对抗病毒传播，各种防护装备成为防疫人员的保护利器，尤其是替换率高的口罩。英哥在第七页永游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口罩制造工厂，先前捐赠多达10000片口罩支援基层的警政、卫生、环保单位人员，这次再捐赠防护面罩，持续支援防疫。那我们这个是有政府规划的医疗级的防护面罩，也有证书这样子。我们身在英哥，我们想为英哥地方贡献一点防疫的一些物资。那我们本身也都是36年来也都是做防疫物资的一些备品，那这一次就尽一点微薄之力。防范新冠疫情，前线防疫人员更需要防疫资源。英歌区长施明慧表示，在企业响应防疫，以满满的爱心齐心团结抗疫，非常感谢。感谢我们英歌之光拥有口罩工厂，继上个星期他已经捐赠了10000片的口罩给我们的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包含了警政、卫生，还有环保、那公所等第一线的同仁在做防疫用。那今天也特别捐赠了一个面罩，希望把这个爱心再传播出来，一起团结抗疫。全民齐防疫，透过防疫物资的捐赠，让第一线防疫人员拥有安心安全的工作环境，盼早日恢复珍贵又平凡的日常生活。团结抗疫，新北加油。记者曾丁佳、英歌报道。